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足久无起来背的，今日要来背什么题目？你们知影？就是这段期间，我大概会诊的同学，大概一定咧问的一挂问题哦。伊就大概问讲，我的车到底是要加92、95、98汽油吼？然后讲98汽油较好，敢真正安尼吼？白同学用我的经验，今日来背两挂，恁听者吼。今天大概首先要讲的东西就是说。92、95、98的汽油，它到底是差在哪边？哦，然后我的车到底要加什么油？哦，然后98的汽油高了，刚今天车也靠了，然后加92的汽油就比较没有力吗？哦，然后有一点我就感觉比较不认同，就是说，哦，老车积碳的时候，它压缩比会变高吗？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会来列入讨论。哦。然后就是那个老车更需要加高辛烷值的汽油，刚今天是安呢。然后引擎为什么会爆震？然后最常出现的问题哈，大概吃机油有大概有哪些哈？然后爆震如果不处理的话，一大概也出现什么情况？白龙雪今天你弄的做节目给恁看哦，一起上过去喽，行。啊，拍摄袂记，今天是谈话性节目哦。首先，咱来讲92、98、95的汽油到底是差别在哪里？白龙雪拢讲上简单的啦，大部分伊就是重点，它差在它的辛烷值。哦，啊，辛烷值不同，辛烷值以主要也作用什么样子？就是你在那个气缸在运转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个抗爆震的那个成分，就是你活塞起的时候，伊内底你的爆炸伊内底是没有基本的工作温度，但是你有的你啊辛烷值伤低，尤其人讲压缩比伤高，而且你啊讲汽油辛烷值不够，你进去你活塞伊还没干到最上面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自燃，就是崩了，就是自动燃烧的意思吼，都崩了。啊你，你迄当阵啊你。上去的时候，你变成你无得进行该丧失点压缩型较爆炸，所以你的车92、95、98，你加起来你讲有哪些？力道有哪些？你会觉得有差，我又靠来较无力。吼、哦，问题就大概出在这边。然后重点，我的车到底要加什么油？你我讲真啦，你凊彩撸一个较炸落来，是一个技师。我一台车压缩比是偌济？吼、哦，几比几？什么10:1、11:1？我们都不管，因为。咱咧赛车，包括修理车的人，你敢问伊哪些压缩比多少要加什么气？那是理论上的。你凊彩一台来佛瑞塔 March 吼、哦，136、139吼、哦，然后速力303，你压缩比多少？无几人知影。咱今日讲重点对吧？一般来讲，以我经验，我回想以前大概20多年前呐，吼、哦，即马我赛车才20几吨嘛，迄个时阵根本就还无900的汽油，你。管定你那个加油盖打开就是指定限用92、95嘛啊！你讲啊，我到底敢买古车，敢买个加98哦？我来分享我的经验，有同学听下子。有人拢讲哦，那个老车啊，它加98反而比较有利。我来解释这原理，有同学听。正常我的观念啊，你像我136，我拢是加95尔。然后阮家另外一台佛瑞塔就是一种复古的马驹。我都是加92，啊，它上面是写92、98，但是92、95啦。一般以国产车来讲的话，最普遍是92跟95嘛，大概车龄15年以前的嘛。啊，你要加98嘛会使，嘿，优点缺点我大概讲给你听。92，我一台马驹加92已经加超过10年。正常来讲的话，你车子什么电子装置都正常，里面的积碳不要说太夸张的话。你正常诶，伊指定92+95，你加92车是省油吼、哦，然后力道又搁做力，就是刚刚讲省油搁有力啦。啊，你啊加95来讲的时阵，尤其是夏天的时阵，它的油耗可能会再好一点，因为夏天工作温度比较高，伊内底迄个啥自然的爆震，它会就是温度较悬，伊也较明显。但是正常列车的引擎来讲，伊拢袂当，你原底指定加92还是95哦。伊袂当出现明显，哦，爆震是你塞车的时候，你低档，你讲嘎嘎嘎嘎嘎，有一种敲钢声，那个就是爆震的情况。然后有的人嘛，袂当讲自作聪明啦。哦，我原本指定95要加98，哦，感觉车感觉较有力。我讲真啊，以原理来讲是无可能较有力啦。啊，你若感觉讲你迄台老车，你原本是加92的，你家加跳级，吼、哦，你加98，你感觉反而比较省油，哦，较袂爆震。代表你那一台车里面的积碳非常严重，啊，伊积碳严重的情况讲诶，你根本汽油它都没有到那个正常那个点火位置，它就自己自然爆炸，所以你也感觉加92诶车，你原本感觉加92
无啦，吼、哦，还佫变作了鱼的，吼、哦，问题是出在这边，并不是讲吃酒吧就较省油较有力。这个观念，恁同学爱稍去了解者，因为我感觉足侪有诶媒体吼、哦，有诶咧讲咧讲，也是讲有诶人咧讲，哦，那加酒吧油上好，酒垃圾油。根本我感觉你要正确知道那个观念，我觉得这样才是 OK 的。迄是白龙学改生车经验，当然有诶人袂认同的，你听看嘛，后壁佫足侪诶。哦，然后老车，我想推下人讲哦。欸、老车积碳压缩比会变高，就是要加酒吧啊！你后日升车压缩比变高，照你讲车是咪变较有力？伊嘛袂较有力啦、啊！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根本我感觉足侪人忽略一个问题：你一台车20吨啊，啊不好30吨积碳愈侪，啊照讲伊压缩比变悬，好你著去加酒吧，车咪变愈力愈好走。根本无迄种代志，我家己有试过吼。种物件来讲，我为虾米会讲啊足感慨？你毋知？因为有个人个体一直转一直转。哦啊！但是白龙雪就是以经验分享给同学看。你若讲真正要积碳，甲真正坐甲吼，伊去里啊所比的改变起来，你嘛超下课呀！啊，为什么下课来？我伫遮。哦，这个我学人的完美，你有看到一个气感无？这个就是我以前那一台139，买来的时候很容易爆震，很奇怪那一直给所以爆震，我嘛是去啊加九八，我较好一挂，尾啊嘛是下课，因为你真正问题点没有找出来。大部分你会造成说，你老车变成做高爆震，你爱加酒吧，较好一挂挂，但是无可能全部好个啦。就是内底引擎吃机油，然后吃机油的话，就是伊内底叫弄大部分气门导管嘛，伊会直干干干干干，一干毋知干几万架个无，干过去伊才会灵，啊灵个时阵，那个机油就会从这里跑进去，吼、哦，跑到那个气缸里面，啊你咧燃烧个时阵，伊内底混合比例有机油进去，它燃烧，伊就变成无同款，无同款个时阵。你咧点火的时候，迄你来讲内底着乌白点，啥物火塞塞起去崩去，落来佫崩乌白油无，啊乌白炸炸到尾就碳化，就翘去啊，哦。然后比较正常的那个气门是要长成这样子，哦，然后你看吼，乌、哦、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说压缩比老车会变高，无认同是啥？你爱想一点呢，车有活塞环这种物件，你用20年、30年，你后日改乌托邦你就知影啦。这个下面时间到了，伊做退梗的啦，变讲伊固来伊的压缩比会较袂巴，你塞起来的时阵，它下面也是会老风，所以说老车说什么那个积碳压缩比会变高吼，安尼开始爆震，我是较无认同这点。我家己的经验啊，就是那个固来气门导管吼，还是讲伊的较活塞环有一个刮除的，当然这是二行程的啦，有一个除油环喔，伊就是密合度较歹。它那个会有一些残留的机油会在那个气缸里面跟那个机油一起点火，所以你车出的时候你后边看到哪烟无？啊，你过来的时候你安尼徛的时候，一点火的位置，伊只要迄个感觉无同先，尤其是喷射引擎的车，它就会多那个爆震感知器，它就是会点火会延火，啊，延火的时候你就感觉变较无力，吼、哦，迄是讲加九二跟九八的差别在这边。啊，为什么你加九八你也感觉有那些？嗯啊，我都真正加好力，就是因为。你点火变比较准嘛，它就是迄个内底较袂汽油自燃的现象。你塞起来时，伊甲上次点较会崩，伊就点。但是辛烷值较悬来讲，我本身飙出来，你压缩比也无够悬，伊爆发力。刚刚讲啦，酒吧的高辛烷值，伊毋是讲伊飙起来较有力，伊就是因为它在那个高压高温的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产生。缸内的自燃现象，所以你咧起来时，你飙吼，比如讲容积量吼100cc 起来油气飙落来，它就是大概也是能用到那个98%，伊袂讲全部用去里面那个缸内太热去自燃吼，迄、哦那个现象。因为这种理论的物件吼，我是家己经验啦，啊，同学一直问，个人私讯，现在我来讲，我就是开这个视频跟同学讲，因为讲起来真正热热等，迄是一个经验之谈吼、哦、啊，但是你别个解释讲迄个。老车的因为压缩比悬，伊会变成爱加迄酒吧高辛烷值的汽油。我感觉，所以这个讲法是，我是觉得有点出入的。所以白龙雪今日特别来背这支视频，吼、哦，用这个物件同学听。当然有认同，你听啊，你也无认同的时阵，你就看一下啊，吼、哦。好，我是感觉讲大家经验交流，吼、哦。然后爆震严重，吼、哦，你若无爱去处理，会安怎？你毋知影？较衰就像白龙雪安尼。哦，这进前唔知四年前伫火焰山拄啊断油哦，拄啊五工点火拄啊减一粒，火焰山加520用要爬袂起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啊，后来就硬开回来拆下去的时候，才知影是碳化。所以当初啊，我的气门全部
有碳化拢换完掉，然后这个气门导管的这个油封也顺便换新。我换新之后，尾啊，我原底只九五的时阵，伊会爆震，哦，加速起来，呀呀有无？尾啊，后边修理啊，是迄台车变做来，我都不用去加九八，加九五的时候省油又有力，哦，那是白同学的经验，哦，今天很乐意的分享给同学。当然，我是做想要专播全程说国语，但是吼、哦，伊有嘅物件咧讲，你讲啊，足沸腾的时阵，我你迄。要全部背国语，我是背袂出，你知影？所以说，大概看白龙学的视频的话，就是尽量找时间，我都会把字幕配上去。哦啊，你若讲国台语拢听话，人是上好啊。你若讲台语听无，同学，你就是开启那个字幕来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大概白龙学在嘴废些什么东西。哦，最后总结：九二、九五、九八也差袂多，简单讲就是伊锌烷值、伊浓度无同，就是大概这样子而已。哦，那是白龙学的经验分享恁听。啊，当然你原底的车，你也是讲。原本加九二跟九五原本开都好好的哦，一变形会做到爆震啊！你先加九八，暂时像出行食一下鸡腰也是不为过了。但是哦，你若讲真正问题，你加九八落去，你也感觉讲你赛时阁稍微超钢针哦。我是建议啦，该积碳去清的，或是那个爆震感知器坏掉，该换去换一换。你反而修好之后，你加回你原本的九二跟九五，省油又有力，那些钱哦会反而。比你加九八长期还省的还要多啦。好、哦，以上分享给同学，黑票姐、白同学都有那个有开那个 LB 的粉丝网页哈、哦。白同学第二就是你若有一寡你难言之处吼、哦，你有想要遐个建议的吼、哦，白同学，我迄台车伊也坐敢夹着无？你不好意思在 YouTube 留言的，或是你要张贴一些贴一些图案哦，并讲你哪边有问题，真正讲 YouTube 上面留言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你再私讯哦。啊，私讯的部分我是刚刚讲开放的同学啦，但是你就是大家珍惜一个互动的空间哦。你如果说真的很重要的是，你要私讯再私讯吼、哦、啊。该做功课去做，卖讲我有诶进前拍过的题材，你连去搜寻都无。诶，电瓶不断电安装，可不可以拍一下？嘿，我查三百当前就拍过啊。哦，你就是先搜寻我的那个 DIY 频道里面有空的话，哦，你看一下。若真正找无你需要迄个话题，还是讲我着去解决你的问题来讲我，你再私讯跟我讲。哦，啊，我甲汇整一下，找时间。我若讲讲真正。文字上三言两语无得帮你回复的时阵，还是讲一定爱开这种动态教学的迄种嘴废节目，我才来开这短暂视频。因为我不太会使用那个 YouTube 的直播啦，所以我刚刚用这来背较紧啦。哦啊，中若背了唔对的时候，我阁会当剪接啦。哦，而且白同学很乐意分享给同学。啊，有闲吼、哦，去我的粉丝网页甲我提一下赞的，因为我刚刚打完种 DIY 实战的汽车频道有无？真正足少，啊，不时会放一些生活废片哦，有空的话也来捧场一下哦。我因为我觉得这样长久以来的话，那个频道经营才会热络啊，顺便让一些不同领域的同学，他可以因为那个废片哦来发现到白龙雪 DIY 教室这个频道哦。因为白龙雪嘛，没啥名气，所以说也没有钱去做什么广告啊，也没有去上电视在那边嘴废啦哦啊，所以白龙雪就是很用心的经营我这个 DIY 哦，以汽机车为主的那个 DIY 频道。哦、然后一些后续生活上的 DIY 我会拍、哦、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我的节目那个播放方式是礼拜五晚上大概七点半至八点半，我会播放一些汽机车 DIY 的专题影片。然后拜一还是拜三都会类似放一些 DIY 小品来，像这种嘴废哦，这种 Q&A 回复的这个短暂视频。哦，最后记得怎么订阅白龙学 DIY 教室，拜拜。